乘风破浪的姐姐火了，谁能 C 位出道？答案隐藏在了社交细节中。三十加的年纪，成熟的表演经验，圆通的社交方式，大批小奶狗和小萝莉表示看了之后瑟瑟发抖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抛开资本的力量不谈，谁才能从这三十位姐姐中杀出一条血路 C 位出道呢？有机构曾做过大量问卷调查，答案显示，人们普遍认为，如果一个人很有影响力，那么他应该具有的特质包括自信、有爱心、思路清晰、有魅力、平易近人、有创造力等。在节目推进过程中，谁能够不断对周围人使用把这四步，谁能始终保持对 C 位的热情和渴望，是他能够最终脱颖而出的关键。在这四步的基础上，谁更多地表现了高尊重性的要素，自信、坚定、自身作则、能被信赖、有原则，谁 C 位出道的机会就更大。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，如果大家都表现得得体有序，都懂施展影响力的步骤和要素，